里面发生什么？我们刚刚考试里面不是有讲什么东西？会议室。会议室发生什么？老师，我们这次都没有人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就加分就给另外一组啦。来，会议室发生什么？动物里面发生，刚不是考过了？没有。哪一个？哪一个啊？加分了，加分了。加分了，加分了。老师，老师回去扁人吗？对啊，刚刚那句话回答我们。我们回来是录了一个白痴啊。要回答啊，妈，那就没有小礼物啦。来，所以第一点的后面，来，会去当疑问在名词中，我们把它解释成哪一个或者是何者，来写下来。这里翻去了，这里翻成哪一个何者？我们现在在做哪一页？我们现在在右边那一面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会取的那里，会取的用法。刚才我考对不对？对，刚考的啊。然后来会取这个代名词，它是要从已知的选项或是限定的范围中里面做出选择。还是写这里啊，第一个。对。然后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，这些已知的选项或者是在限定的范围里面的。那个谁啊？那个易宏，你有拿到讲义吗？老师鼻孔好大哦。啊？你有？这个你有吗？我刚刚不是发了15张下去吗？为什么少一张？他刚刚说缺一张。没有，我刚刚又再印了一张下去。来看一下写桌上有多难的，快点。你就滑手机。我刚刚发了15张下去，刚刚好。打手枪，来那个，专业的，我在讲话，你要把它按掉啊。老师，不要叫专业。